小时候完全不知道夜市是什么，来了台湾之后，哇，震撼。其实去夜市对我来讲是很多小时候的回忆。最快乐、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夜市，吃喝玩乐都在那里。难得有这样的 idea， 而且会把我们搞死，大家觉得好蛮好玩的，因为跟厨艺有关的、那你们平常也是会有做饭的习惯吗？我都是做了一口好菜，一口而已，是一嘴好菜。对，其实我觉得有一点难了、对我来讲，对。要在夜市摆摊的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要做得好吃，但是重点是呢，可以跟两位小鲜肉一起主持呢，这个我是觉得这辈子活到现在应该是最幸福的时候。太开心了，谢我神呢。但我是认真没有想法哦，我就是 follow 你们两位，前辈应该都有很多的想法，这样才可以在演艺圈生存很久。那身为后辈的我，就是 follow 两位这样。这个我们有看到我坚定的眼神吗？非常。你最近眼镜有去割双眼皮吗？没有，我今天有贴。今天好水肿啊，压力太大了。我大概讲一下，就是那个各位来参加一个夜市摆摊的实际节目。这个是你们的创业基金，你们可以打开看。哦，怎么那么热？好香哦！这感觉有6万吧，10万，10万。提供的这些创业基金呢，就是你们支付一些摊位的租金啊，或者是购买食材啊，然后我们每一集都可以结算盈余，整季结束以后，你们要退还给我们10万，其他都是盈余。如果真的是有这个资金的话，真的我觉得是可以捐钱的、就是毛小孩的一些基金会，或者就是有一些小朋友的不方便，或者就是受虐，捐给孤儿院或者独居老人都可以啊。我觉得这个都是现在需要帮忙的，所以如果我们做的这个业绩可以来帮助他们，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会不会有一点少？那如果中间可以再贷吗？你说贷款啊？可以先借吗？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再另外就是兼差就对了。举例我帮人家洗头啊，帮人家按摩。我想说你要干嘛？很惨车哦。以前跟我爸也有聊过，就是说不想演戏的话，我们就去摆摊。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给男人去做，而且再来我颜值这么高，所以我应该是适合做外场，我不会把夜市当做酒店在做，你放心。因为我是一个能坐就坐的，能躺着就躺着的人，吃苦耐劳，应该45分吧。就是我好像发现我是可以一心，最多是一心三用。走啊，1000万 ，OK 啊，好来啊。要卖12个小时。哇！哦，是。哇，超会搭理呀、啊。有点夸张，但是我们要45颗洋葱。没小心，好电梯。这个太难赚了啦。排队往这个方向排。我忘记去换零钱了。What？ 天哪！这个下午手忙脚乱的我。我们只有3个人，我们没有钱再请人工了。喂你，我的锅子。喂你锅子，冲到烧焦啊，都无啦。杨皮，光是一个打火我这个下来就三就冻到死。人生没那么难。哦天哪，好像是搞死我们了。好累啊，我有精神酸痛。臭豆腐它其实算是臭名远播了，也登上这个国际这个米其林必比登的一个推荐了。这个小吃呢是很多外国人来到我们台湾呢一定会来挑战的一个小吃。其实臭豆腐不只是出现在比如说夜市，在一般的一些闹区的摊贩基本上都有。在这个炸之前呢比较多的是用煮的，那到后面的一些改变它慢慢就是变成说用炸的，然后还会搭配着所谓的我们的台式泡菜、高丽菜、酸菜，搭配一些辣豆瓣啊什么的，酸也有，甜也有，辣也有，那外脆里嫩，很多层次的一个味道起来。臭豆腐 No No No， 我超讨厌的，超级讨厌。它是越臭越好吗？当然臭豆腐声音都会抖了，越臭才是越好吃的，不然它怎么叫臭豆腐？不是说臭豆腐不好，反而是让我误会大。因为一条走都香的美食的味道，哇，好棒好棒好棒！然后走一走，就发现怎么味道变很大。那这看地上到底是有谁踩到什么？我还特别看我鞋底看一下，我也踩到什么东西吧？看到那个摊的时候，这个臭豆腐哦，原来那个臭豆腐的酱汁，如果沾到你的手，你3天拍化妆品都是臭豆腐的味道。嗯，这么严重吗？你气化吗？我连那个，来，工作加油！1、2、3，加油 ！Fighting！豆腐的故乡，三坑。答对。Go！ 我以为怕什么臭豆腐啦，我才怕它嘞。前往特定餐厅学习啊。就是吓死我了，真的是吓死我了。第一个就要做臭豆腐 ，Oh my！ 不是排斥，而是没想到是第一期就要做这种事情了。恐怖！这应该是臭豆腐哦。这下，哇！老板你好，不好意思，我来学一下这个臭豆腐怎么炸。还是我帮你拖地。
帮我拖地啊？还是帮你？你帮我，我帮你整理一下，这里有点脏啊，嘿，这个要擦一下，这样，哎，要擦干净一点啦、啊。我把你的招牌清了清洁，啊，你的招牌呢？破起也不必换、啊。老店就是要这样子啊。啊，是我帮你换一的。招牌你家、啊。保有爸爸的传承。啊，你很帅嘞。太多人了吧？要拍个一日吗？老板应该动作很快吧？看起来没有怪。啊！还是我可以请那个，这样好吗？人家会觉得我耍小聪明。你们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嗨，你们好。好。你也来买烤豆腐吗？对。你买几个？三个。你可以帮我加一吗？可以帮我加一个一号就好了吗？对，再多一个这样。谢谢你们，谢谢，不好意思，谢谢。那我是不是要找产地？我想一想。哦。这个吗？还是就在这里买就好啦，我就不用。这里有一个王君寮一到十号，想必这工厂应该很大吧？把它放回去。深坑区王君寮的时候。你要加哪一种的泡菜？我这种。哪一种比较多人点？不好意思，对不起。这个好，那我要红色的这个，谢谢。多少钱？40，谢谢。这。哦，这个算是选择最不臭的。什么？你只要找不到臭豆腐，所以这个看起来还是很像臭豆腐。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先在炒这里把它捏碎。你现在闻得到吗？有一点点。会煮饭的男人。然后下去之后要快速把它拌软，因为它植物肉的关系，它没办法，就是像绞肉一样一开始就很散，因为它里面有米的成分，让刚刚所有的味道、香料都进去这臭豆腐里面，跟臭豆腐 mix 在一起。应该闻到臭豆腐的味道了吧？有，但是没那么有压力，那么痛。对对对，希望这一道菜可以让你突破你的心魔。好像有一点点哎，因为现在没不是我想象的那种。经过什么那种餐厅麻辣臭豆腐，或者就是夜市里面的，一开始味道就很明显。对，哇，那个你只要经过，不到经过，就是在一公尺以外，哇，它就闻得到，意外的没那么臭。Oh my！ 这个味儿。哦，就是眼前这一桶，这里面有姜，然后有专门的一种草，然后中药，然后豆子、豆渣什么的，然后里面还有一大袋的八角。哦，天哪！我觉得你很棒哎，在这里上班很勇敢。这个水可以给我带回去一点吗？我觉得我们的另外一个伙伴会很喜欢。啊，上面你把上面泡泡弄开。这上面这个是什么？它发酵。哇，这个味道，我觉得难怪臭豆腐会这么迷人，就是因为这一个，对不对？那这样会算我们要跟我们算钱吗？不会啦，不会啦。谢谢你的爱，谢谢你们哦，谢谢。我要再回去给他们吃，那你教我这个大概炸了在5-6分嘛，那中间要不要切开？不用切，你就要看它那个，现在就是泡泡比较多，就是水分还很多，水分还很多，对，让它泡泡少一点，这样就好了吗？你就夹起来就好了，就夹起来就好了，这太简单了啦，简单的。老板这样是对的吧？60分的，完全没有因素。不嘛，60.5，不然给你太高，不然我喝个屁呀！哎，很幽默哎。我先去吃看看。我把那个泡菜塞进去一起吃。
小微微，你一定会喜欢。我们这种中式的甩锅啊，通常都是你手要摆这样子，然后你这些手往后拉，一开始很不协调。这样。好不一样哦，很不一样，很需要协调性啊。对，开始有模有样，有哇，这个辣椒。那个油条，好，试吃。哇，超大的！他要帮你突破你的心魔，这也太大了。有一点，好来哦。还可以吗？哎、欸，好吃哎！成功了，谢谢，成功了，让我大开眼界。正统的，哦、你要去哪？你闻一下袋子，闻到你闻一下袋子，好臭啊！味道好臭！我还跟那个老板要了一袋那个专门泡臭豆腐的水，要让你带回家的。我拜托你闻一下就好。你看我还三次好臭，对不对？你走过来我已经闻到了，是我自己散发出来。其实夏河西是掉到那个臭豆腐的。对啊，好臭、哦、这边。啊，你这个就好，不是你闻这个就好，你闻一下。OK， 皮都已经这样了。谁帮我报警？上菜了。上菜了，上菜了，上菜了。我以来很讨厌，很讨厌。你怎么了？你我当飘吓到语无伦次哎，像不像魂不见？这道菜叫找不到臭豆腐，它就因为你是看不到的。我真的可以吃，好吃哎、欸，对不对？真的不错吃哎、欸，很下饭哎、欸嗯。但如果你要这个当主食，我觉得有一点难，有点难、啊、不好卖。除、嗯、非你要搭配别的东西，啤酒哦，啤酒超下饭。对，嗯，再说了，先讲一下我这个臭豆腐，这个泡菜要放进去这样。塞在中间，嘴巴打开，我喂你。啊！啊！你怎么很大口哎？嗯，我分一半好不好？我觉得它的酱汁很好吃。对，超级好吃。我说我刚刚就一直在气，为什么我刚刚要吃便当呢？不会那么臭吧？嗯，不会特别臭啊，只是我现在闻得到我的口腔了。里面有臭，有里面有，嗯，那你闻一下我的口腔，我不要。其实我们都有吃，你刚刚带我快要崩溃了。那你们吃我这个，看起来就很像猪血糕哎、欸啊，对不对？觉得很特别。反正臭豆腐是本身是用烤的，它上面有加了花生粉跟香菜，超多人排队。我闻到一种，哦，我喜欢这个，因为那个花生粉把它盖掉，很特别。嗯、你没有吃过加花生粉，我没有吃过。哎、欸，这也不错。我刚刚算了一下，我们的成本太高了。是哪一个成本是最高？目前这个豆腐啊，只有豆腐成本最高。烤还要工嘞。夜市本来就是都是人工的、啊。没有，我们只有三个人，我们没有钱再请人工了。我刚刚还上网查了一下工读生的最低时薪，2023年1月要开始是176块。我刚刚算，如果我们要卖190串的话，我们要卖12个小时，因为一串如果是4分钟的话，那这样子我们要烤12个小时，然后再工读生薪水是2112元，根本付不起。嗯我来这肯定没问题的、啊。其实到时候考这么久，应该也把自己考焦了。你为什么口急？啊，这个太难赚了啦，不行啦、啊。对，我在想是不是要用三去法，然后我们再来变形这样。来。赌林哥今天来，他已经吃过大江南北。我们今天还有需要想吗？哎，就交给赌林哥喽。对，我也觉得。你要自己想。我觉得几个重点，一个哈，那就是以臭豆腐为主题嘛，对不对？对。第二个方便拿，边走边吃的。然后最好还要有一些不同的口味选择。是我们要有一点创意。那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到底要装香肠还是装大肠？对啊，那讲那么多，不如去厨房试试看喽。要装。走。
好一修啦，修在里面。你现在要做什么？啊，我要炸豆腐。你要炸。哎呦！哎，厉害哦，听声音。修蛋了。你会看油温吗？油温我这样看就差不多了，它已经够热，我告修啊，差不多，差不多。不见了。哇，车回大理。不是，是呀，你阿公袂使啦，修大地，煮袂透。一半好了。三角嘛是会使，三角也不错，好不好？沙嘎的，那我们现在来试看看，说我们这炸这一块，这一块一大块，这样要炸。给我口罩好吗？哦，可是没有算时间呢，刚刚没有算呢。没呀、啊，行，火要大一点。啊，明天看看。而且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出菜的流程顺畅，是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对，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阶段跟一个阶段，它是有一个契约。放这些胡宇威是不是要给他进一台料理机比较快？这怎么做生意都急死了。是因为我们现在备料啊，所以我们前期在备料这个环节呢，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这个基地先把它做。我坚持我要训练我的刀工，我一路来都是用手去切切切切。第二方面是因为我想要比较大颗粒一点点，那也是可以用那个搅拌机去做。但是有时候会不太均匀啊，不能在那个我能控制的范围内，所以我宁愿就是用刀。哎 ，Jerry， 你说我这里面再来一点什么？有柠檬汁嘛？再一点青椒。做酱的吗？哦、oh, ，Yes。就给它等一下，是不是试试看？可以可以。就一起吃嘛，这可以增加口感，更棒。什么？好沙比，好气功啊！好，可以。那我就在这边做哦。好，试看麦，好啦，我感觉你在跳足哟啦。以我的角度来看，味道完全不吸引人家，会亏钱。就直接说了，就是真的会亏，因为它的臭跟我们刚刚备的料好像真的没有特别的融合在一起，就是各有各的味道。那你讲菜头贵。我心里好着急啊！你安怎啦？那安尼啊？嘛唔知到底什么状况，就是豆豆起，豆豆起，试加迄个感觉出来，啊，感觉哎，真正会当买，再来买。那个比例你记得吗？没有，完全没感觉。我是一个还蛮正能量的人，但我今天觉得我的电不够，很焦虑。很多好吃，快快！哦，你嘴巴好大，好会塞哦。好吃啊！你打开看，打开看。臭的。哪没有臭？没有，你先吃。阿雷，我跟你讲，有时候你都免皮啊，直接个眨眼就过去。我跟你讲，嘴紧紧，咬下就过啊。嗯。就跟咱的生囝同款。哎呦，那你咋？很浮夸哎，那起来超大，味道，我听看它真的，它的喉咙在发抖哎，好吃吗？怎样？你不觉得加热没什么味道了吗？都盖过去了呢。我觉得很好啊，自我感觉良好。但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蛮想做甜的，所以我刚刚有先做了一个年糕配花生粉的。但是你踹踹，你不行你就。你看我是不是很难得说东西不好吃？对呀，就比较不好吃，好像不是很搭。但是我觉得刚刚做的有一个沙沙酱配臭豆腐，我觉得它有一点强调臭豆腐的风采，所以变成是现在你要去取得这个平衡，跳出那个泡菜的框架。所谓泡菜的框架就是酸跟甜跟辣。我现在就是想要试试看，像我今天跟那个老板炒法，然后再继续放进去，放在中间。臭味跟香味都会更亮。你讲臭味的时候是不是？臭味就是这个。不要看着我，我没有礼貌。啊呜！那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了。哇，真的是，所以一个美食要在家里做好多的研究。每一个人对于夜市的美食都是熟悉的，然后你要从熟悉里面异军突起，然后还能够创新，要有创意，真是不容易。意想不到，
好酸，好臭。我反而觉得这个比较有臭豆腐的感觉，应该最主要是它肉馅的部分有炒过，所以两个熟的东西放在一起，比较可以融合在一起。接下来哪一个？所以沙沙酱，甘味人生，他强人意。我觉得概念是会让人家很想试的，但是味道还不够重。我觉得两个都好吃，但是因为两个味道都强烈，所以变成比较难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还是用传统的臭豆腐，然后呢还是用传统的泡菜，但是再加这个淋上去，你甚至或者再加一个起司酱或者什么淋上去，就是丰富它原来的味道。对，不然这些东西都变了人了。都变味道，原本的传统的那个臭豆腐，可以是泰式甜辣酱，小姐更香，也可以，更香，泰式的强烈一点。所以一个是传统的臭豆腐配泡菜配传统的酱，一个是传统的臭豆腐配泡菜配泰式的酱，一个是传统的臭豆腐配泡菜配沙沙酱，安呢？沙酱不用了啦，我觉得不要，我觉得太多，多卖两样。对，我觉得太多了。对，那你今天有学腌泡菜吗？对不对？你没，真的没。我踢，我很想讲实在自己，家到遐都要搬两只老鼠进来等哎，我会当学腌泡菜。你没，我腌三个小时。你没，你等来。腌泡菜三天呢？还是就是买？那怎么办？泡菜我感觉已经三百，那就是咱去买白的多。这个方向是要，现在在告诉我们，刚刚现在是林森北、辽宁街、宁夏夜市。宁夏啊，过了，宁夏夜市过了。啊，邦嘎邦嘎，蒙甲后，邦嘎，对不对？蒙甲有夜市吗？夜市做生意，大家邻居都好像家人一样，有快乐，有悲伤，大家都会分享哦家里的一些事情什么的。所以，我们这边夜市的人啊，都是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感情了，跟一般的夜市不太一样。其实这边老一辈很多啦，那他们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在这边摆摊，每一个老一辈的都很会冷笑味，我觉得这是夜市的特色。那夜市就是我就是给你人情味的。它每一个夜市，它有它不同的文化跟它的特色在里面。那然后蒙甲夜市这边呢，那它的特色是什么？这边可能就是当初有很多蓝领阶级、很多工人阶级，或者是很多的夜生活的地方，很多南部人到台北来讨生活的地方，所以它有很多南部的小吃在这边，它就形成了它的特色。We decided to come to the night market because it'sOne of the top recommendation when you look up or like what to do in Taiwan. It's a good way to experience the culture and try local dishes. Oh, 林小薇好爱吃那红花生。我救命啊！没事的，没事的，先装备。我这样。崩掉了，他盖子崩掉了。我这。唐总，唐总烧。保证好吃，保证好吃的。对。金安藤。那我想要吃番茄的。番茄的。糖葫芦，小时候我一定就是要买，所以以前对于我阿公来讲，他就是。通常走进夜市也不用讲，就是他就会先买，所以很怀念，因为我阿公阿妈过世的很早，对我来讲就是看到就会觉得很有一点点难过，可是吃到之后又会想起来，就是那时候很快乐的时光。你给我的，是不是最近物价涨了，就是比较没有，没有涨，都没有涨。哦，来了，什么？大肠。要吃菜吗？您卖哪一个比较卖？就是烤的还是烤的比较多人点？哦，真的、哦？外国人都是不是？谢谢。来，我来，就是要给谁？你啊。我。
哦，我拿。那你今天吃不够啊？我现在是胀气的状况啊！哎，我这个。各位帅哥来，小姐，我们在这边呢。我刚刚想说，我们在这边呢。我的好朋友，我的那个地方姐妹。哦。因为我们很想知道，在这个夜市里面有没有，因为其实很多摊位这样。对。哪一个是最卖最好的？它的哦，我以为你要问是最高，我以为你要问哪一个是最弱的，我要把它干掉，对不对？要挑战最好的、啊、哦，是啊。那我蒙甲夜市现在都是大部分都是小吃摊哦，那小吃摊我们都是很平价化，就是譬如说啊，仙草冰一杯才15块钱，你有喝过吗？5块钱，500cc，便宜啊，500cc15块，猪血糕1支20块。现在哪有这么便宜的、啊？对啊，我们都是薄利多销，用的是薄利多销，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自己的工啦，我们不是像人家连锁店。对，哪一个是生意最好？我们这边的生意最好的排队就是前面的第一摊。东港奇鱼藕莲，台北人只知道甜不辣，不知道藕莲。藕莲是咱南部的。藕莲就是鱼浆来，这个包能包1/6的蛋。哦，所以藕莲跟甜不辣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啊，是不是？就是造型也不太一样啦，其实成分都差不多。那所以是不是不能开在它旁边？你看到没有？没有。如果卖相都不一样的话，应该还可以。这里有分哪边生意比较？就是有自己有有风水吗？地段没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个地段？其实我们都没有，我们的地段都很精华，整条都是这样。我呢，请敏敏帮大家准备了我们接下来要摆摊的位置。我们又在这里，真的真的。需要在这边，不然呢？我们今天录半天，不是，我们需要去到这边摆摊，要把对面那摊。我把你们地点都找好了，我摊车也帮你们准备好了。真的假的？夏西娘，你有被吓到吗？你的表情，我觉得。来，给来，我们看一下夏河西一个特写。我们没有那么快，不是吗？我认真，我就是一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一个。我现在看见棺材要掉泪了，我刚真心，我惊吓程度有1000，就像剑是已经架在弦上，我们没有哎，我们连一样东西都没有准备。这是我们摊子吗？对，你的摊车。要靠自己布置喽。今天没卖呢，我感觉这个风水我感觉真好。有、嗯欸，你哪里来的 idea？ 我一空啊，怎样？我手上。你说这边放的就是方便性的东西，方便。我觉得蹲下反而比较不方便，放上面可能就是碗类的、啊。这个到时候要拆掉，因为到时候油锅已经。哎，有笑脸冲上。我们在认真的讨论，不到最后，对，我们要开卖了。一点可能你就做到底嘛，你就规个给我包起来嘛。你这次抓拢包起来，我跟你设计哦。嗯，哎，哥哥，你感觉我那位置？蛮酷的。这就是我所谓想到要放的一个画面。你是不是前一天来把它擦一擦？真的，真的好像，就我们站起来说超过就看不到客人，给我很大的一个惊喜，是我们摊位都摊出来给我们看。那我们也要设计出我们的那个看板啊，要怎么写啊，设计啊，有点紧张。有没有炫一点点？有 LED 灯啊，整个很豪华这样子，很奇花的感觉。我觉得要挡哎、这边啊，不要，这个要挡，这个是台风的。你这边还是就这样就好。隔壁那一摊有，你在下面那个灯呢？LED 啊，没有。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只是暂时的。对啊，这是我们。我们这个是他们就是把我们丢来这里试试看，啊不行，这个节目就取消这样。啊可以，他们就要花大成本让我们继续做这样，没有让他们刮目相看。你气什么啊？火都来了。你没有气。这么阳春的节目，怎么会叫我们在这里？生气呢？不要气啦。刚刚资讯大爆炸也太多，还要整理餐车这样，所以我觉得要好好的把这个工作岗位的事情再全部的重新分配一下。暂时的，暂时的，可是暂时的我们要做的最好啊。我们要拿东西过来放呢，还是就这样子就好了？不行啊，就这样空空的。没有没有，还是要有设计。哎，怎么还有点设计呢？为啥会在你坐这里？今天那个姿势。对哦。你坐这里一整晚。喂，阿你会刮掉感冒啦，阿你会感冒啦。我们没啦。我们刚刚有说被
加杯黑红茶，可以嘞？哎，对啊，那可以啊，有没有？但是你会不会煮红茶？你呀、啊，我煮红茶没有，但可以，因为那个点煮，对，就这样，两组来放着，一杯15块也是赚。15块也蛮合理的、啊。我不要做红茶，我去买。啊、你不要红茶？那不就红茶砖？腌萝卜，我上次说的要腌萝卜，这些挺大的，但是我觉得到最后要卖的话是不够的，不够，没办法，我在想第一次卖，嗯，应该是会不够。这些，就是我等一下要跟基金请款。那一天真的，回到家都不敢回家，为什么？臭臭的，我连我体内都觉得很臭。那你就在门外把你的衣服脱掉。你们两个也太早了吧？是你太晚了，太早。帅哥，你迟到了呢。我去准备一些东西啦。什么东西？好吃的。哦，太好了，快点，先好吃。我准备了我最爱的臭豆腐。你哪有？因为臭豆腐的计算机，这要给阿志用的。好可爱哦。很可爱。我怕几个？我怕我们会算错钱。以我的数学是没有概念的。我还带了一个招财猫，你看。好可爱哦，跟我长得好像哦。你今天是在模仿他，是不是？然后我想说，我们可以赚那个很多钱嘛，我就是买了一个古董。古董，哎，这古董是可以放在我们的那个摊位上面的，我们可以赚百万两。就是把钱放进去吗？我们可以放发财金。OK OK OK。可是它这样可以放一起。我那天就是带了一袋来试炸，这样哦，超好吃，跟外面卖的一样，就是很 match 的，很 match。OK。可能导演比我还认真吧。他们的力很重。老板你好，我们上次有去医了一次，我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适合用炸。想问一下，你这里比较适合用炸肉？有啊，有炸的，也有烤的，也有麻辣的，是有分对不对？所以我上网查了一下，知道是不是需要比较毛孔比较大的？好，我给你看一下哦。我给你看这三种，我需要到外面看吗？会不会比较？这是不一样的，对，这是煮麻辣的啊，所以它厚一点，对不对？对，比较耐煮一点。对，而且里面的保水度的话占30%，煮起来才会水嫩，才会 juicy。对，那这两个不一样哦。烤的豆腐的话呢，不能够酥，但烤的豆腐一定要吃起来要酥。而这是炸的，这种是炸的。炸的部分的话，里面的水分只能够差不多只有15%而已，里面的水分要少一点，炸起来才会酥。配臭豆腐式的泡菜，一定要用台湾的高丽菜，所以它吃起来就酸酸甜甜的这样。对啊，对不对？试试看。哎呀，这样我有带吃，你们要试试看。你看，更台式的、啊。很脆耶。那这样你试的泡菜就比较有信心了。好，就这么决定了。我帮你封起来了。好好，谢谢。哦，对，今天来很专业。决定来，下次来这边煮东西。老板，谢谢，谢谢你。现在要腌萝卜，因为臭豆腐是酥又脆，那想要延续那个口感。那腌萝卜会不会也还蛮配的？我觉得要更入味的话，应该基本上是大概三天是最。但是就是它，我觉得这个是昨天腌的，所以就是到今天晚上会比较入味。我那时候跟 Jerry 是有讨论的，然后觉得酱料是还蛮适合的，因为臭豆腐已经够臭了。所以用臭加臭。负负得正。对对，今天要摆摊的代办事项已经列好了，夜市达人们是我们的后盾，所以我们今天要选出本次摊主讨论摆摊的分工，确定贩售的品项，然后时间宝贵，请进行工作分配，分两组进行。
老板你好啊，好可爱哦！嗨嗨，这是你们家的狗吗？哎，整个忘记要干嘛哦，对不起。老板，我想要来买那个辣椒酱，麻油豆瓣辣椒酱。是这个，所以你们只有卖这个 size 的。对。这样是多少钱？八十。这个40。天哪，老板你的价钱很佛心呢。你叫什么名字？叫 Q B 是不是很乖？嗯。不好意思，把钱不好意思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有没有？感谢 Q B， 拜拜。老板你好，请问这个是剥好的，是有在卖的吗？都有啊，都有在卖啊。这一袋吗？那你要买多少？100块大概多少？100块大概1斤多。一斤多，那我要100的好了。天哪，你居然有剥好了，你们真的是人很好呢。100，我觉得可能要200。好，200，100我觉得不够。你们有卖糖吗？有，要什么糖？我想要红糖跟冰糖，一斤多少钱？25。那你要冰糖？也要冰糖。那这一袋这样多少钱？25。天哪，老板你们真的很佛心呢，还是我假币不假币给？那这个我要，这个多少钱？90啊，多买一罐有比较便宜吗？两罐、三罐？好啊，那这个多少钱？那个100。100，啊这样总共买6罐有比较便宜吗？啊？因为在迪化街。哦，这迪化街是不是？好。那你要不要挑一下大片的漂亮点？要挑是不是？对啊，它会长不一样。哇，味道很浓哎，你这个很棒呢。对，它震动的。嗯。6、7、8。这边真的好多干货跟那个，大家都来这边批货吧。感觉双美人酱油膏在这边就买得到哎。那富富婆的话，我们都是沾酱料吃嘛。对。有点就是吃酱料嘛。对。那我用的就是用的双美人的双美人酱油膏。你好，你们的店很有名呢。谢谢。我想要买那个双美人的酱油膏。哪一种？您多勿少，就它了。等一下少了还要被骂，还要出来买。感谢你们，我们会帮你们po文。谢谢，真心感谢。下次见，祝你们生意兴隆，谢谢。老板说不用钱，因为史上最不要脸，今天终于拿到一个免费的东西。今天想说呈现一个，哎，电话来了，喂，什么东西？西，你说什么？没有，哎，500cc 会太多了。你说太大杯是不是？太大杯啊！大杯人爱去爱去吃白茶，那有可能跟咱吃咱这茶红茶尔。你不要因为可以这个利润那么高，你就要卖了。那我跟你说，那你们自己抓。反正呢，我们两个桶子总共是26000cc。哦。然后，所以你们看你们要怎么装几 cc 的？因为我刚刚是2万多cc 啊。26000cc。然后一杯是500cc，我们这样可以卖50杯这样。我干嘛没熊大杯啦？熊大杯熊你没完。我们对啊，我们又不是卖饮料的店。对啊，那这是嘎姐嘎姐呢，所以没。我就是要靠红茶赚大钱的人了，你们忘记了？亲爱的，哎，我们红茶到底有多好喝？我想喝。反正我相信你啦，你一定是很厉害很好喝的，但重点是我们要买，我觉得太大杯这样人家喝不完，那么多喝不完也打算。好，那你们等一下看杯子的 CC 数量，你们不会算，你们再打给我这样。300cc 的下河西。呵，没问题。呵，没问题。可以耶，小夏收到。OK。 好，辛苦啦。好，拜拜。我觉得 上面还说买筷子，我觉得要看价钱。OK， 牛要卖炸臭豆腐了，所以我们要竹签、盒子，主要是盒子。应该是圆的那一个会比较好。对，那种的哈。会不会不够深？哦，不会，因为基本上你如果盖子
高的，再盖上去 ，OK， 高的，然后叠上去 ，OK， 那就刚好。好的，好。竹签跟筷子啊，然后还有杯子，300cc 的杯子，饮料杯，对，吸管，到时候给要。竹签，竹签，筷子，筷子是多少？25。嗯，带这个有。成本啊。有，等一下，我们要摆摊呢，还是要算成本，不然我阿内袂红呢，对不？吴老板你好，吴老板是臭豆腐之神，因为他的豆腐呢，就是连我这种超级外行人一炸都。炸得出来，是哦，好吃，那就给你炸啊，没备料就好了，没事，你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可以帮忙，这样，但是基本上你就是站在油锅前，好，我们先试试看。记得我们要把它搅拌一下，因为这是新的油哦。很容易凝锅，那你要把它冻一下就好，不用很冻一下就好了，不要弄破就好了。炸到整个表面呢、呈现金黄色，那你可以把它搅拌一下，搅拌一下就让那个什么水里面的油里面的空气啊跟水汽哈，可以让它快速蒸发。对，你说呢？炸臭豆腐都很喜欢，就是边炸边搅拌，会炸的速度比较快。到时候就要用长的了。要，你要是用油炸机，你就要用那么长，不然很危险，因为会喷。我直接吃好咸呢。我字漂不漂亮？等一下我们酱料去现场用这个装吗？不是，我用那个，所以先。啊，那外形酱料有戏不？胡搞西搞炸豆腐，所以啊，你的滑是什么意思？哇哇！啊，你要有一个这样子啊，要不要一个？然后惊叹号安的呀。这个也是可以的。差不多是这个颜色，对我知道啊，里面一定要沥油嘛。那你觉得很沉的话，到时候里面还没有很透。对，它里面的水汽蒸发掉之后，表面会成为湿湿的那个表面。那你就是要为什么要回锅，是要让表面的湿气让它蒸发掉。然后你要舀起来像那个像乒乓球这样子，很空，可以的，会更就会更酥的。对啊，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很久，通常都会你要先预炸，然后先预炸个一份，啊或者两份，都不会让客人来。做这个节目的心态就是我们要创新，或者就是我们做我们没有接触到的东西，所以我们是愿意都会尝试，要改变，会是什么样的？做了之后好像还蛮不错的，有时候会做到一种料不到的事情。这个是调好的吗？是调好的。好，我要一些。你要？我要一些。300。等一下从那个边扣啊，总金额扣就好了。你要多少？掉到到。好。谢谢。好了，就把我赶走，你这个人。哎呀。他这里好像容器有限。够酥吗？酥够。要老实哦，我们今天真的要卖。真的，我当然知道啊，开玩笑。可是为什么熊熊会尴尬？好吃吗？好吃是好吃，因为还有传统的。但酸，酸酸甜甜的，还蛮 OK 的。哇！爱戴寡妇比较尴尬。阿妈，修身。求生啊，好吃哎，是吗？因为我不太能吃酸。酸。我很能吃酸。我觉得女生会很喜欢。我喜欢好吃。所以今天外面又有点热。
对，我觉得可以。生丁啊，生丁。嗯，生丁。该不会买的量真的刚好吧？因为冰糖吃起来不会口渴。哦。这边先这样，我还少红糖水。先用这个小的小份的吃。这个十，那我们蒜头的话就另外放，来桌上啊，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啊，尝一下那个甜味跟那个浓稠度。有筷子吗？一对三，一百，对，100公克的酱油嘛，那加到300公克的冰糖水。好，还有。我一些是酥的，那你就把它搅拌一下就可以了。还要大蒜，对，因为我们这边火力有限哈，那我们先把它捞起来，先把它捞起来之后，有一点咸呢，老板。嗯，要搭配这个，要搭配这个。不是不是，要你吃酱油啦。他吃重口味都觉得他可以，那可以，好，就这样。那我们现在说是牛奶的稠度。阿姊啊，你要不要去？你要去名行茶啦？啊，我也要茶啦！你要名行茶，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茶你送啦？啊，茶包嘞？茶包嘞？行茶嘞？这个你要先熬红糖水，然后它滚了之后，把茶包丢进去焖，要焖30分钟哦。啊，是哦。我的八角跟我的。多7分满，再加冰块，刚好。等等要加冰块了，没事。所以我觉得做吃的就是很不容易啊，就是真的是琐琐碎碎的事情太多了。今天就是试我们大家几个吃起来的那个口感，然后大家给一点意见，然后觉得哎这样，哎，客人会不会接受？刚试完最后一个，我觉得还蛮有信心的。进啦，进呀！我知道了，我都没有停哎。来来，我都没有停，都一直在动。来，这两边，这两边不烫。哎哎，你不要，那边会烫。每个人都不要。因为这边会烫，这边不烫。所以你那个料已经装好了，对不对？那茶包是不是？那我们就打包出摊。你不能跟人讲的事情都跟观世音菩萨说，然后你就会有很大的感应。来，我们都拜完了，谢谢明明姐带我们绕这一圈，谢谢明明姐。要来孟甲夜市前，一定要来孟甲龙山寺啊！来，太棒！哇，谢谢，谢谢杜林哥。有人许今天晚上。业绩长虹了吗？啊，我许我们的收视长虹。哦，收视长虹，那我许今天这一摊业绩长虹。我就许今天赚大钱。我就说许我们收视长虹，然后发大财。对，好，那我们就出发了，走。那就好 ，Let's go， 加油。你决定。试了半天，我本来是没有信心的，但高虎以为炸了一块，我尝了，我觉得很屌，还是挖光紧赞。好多谢，好吃，紧喝酱，对，炸的酥脆，外酥内软。然后那个佐料哇，平鬼，嗯 ，heavy。
精湛，某些话泰国的味道，泰式的口味。泡菜呢？泡菜呢？泡菜北派，泡菜新疆，家里有新款的耶。我定的。哦。下次就换你自己做啊。就酸甜酸甜的，有点辣辣的，红茶也很好喝，对不对？哎，水。属于健康饮的，对，哎，健康饮，很赞的哦，饮料的被大喝，对啊，喝了你会红，对。来出一个题目，好，我们这一摊啊，本日摆摊目标，来是。所以你们设定，来今天净收入多少？你们讨论一下，然后现在写。我写，我负责。干嘛那么生气？你不要开那么高，让我们无法驾驭。对，尽量一个漂亮的数字，而且是会发的数字。不用给镜头看，给我看就可以。这样可以吧？有可以，因为我们无数好像可以耶，好可以。对啊。通过咱无形啊，你跟他探家俩。好，你好，你们继续。好啦。啊，都谈到好啊，阿伯，阿伯第一届哈。要给我们太大的压力啦，炒个气氛，大家热闹捧场一下嘛。计时开始，开卖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一摊今天呢在这里跟大家结缘，我们卖的是虎狗西狗炸子。好，谢谢。但是炸豆腐还是炸臭豆腐？小的杯子在哪里？杯子放这里啊，这个嘞？这个就是你要都没有位置了啊，怎么办呢？可以啊。天哪，这个下不去，这个下不去啊！手忙脚乱的我。民众，但这个太浅了，这个到下面我没关系，用完再拿吧，不需要夹子，长的小小勺，还有其他方式炸豆腐。嗯，西西，这个可以哈 ，nice， 谢谢。五分钟内有夹子吗？哎，夹子刚不是都摆桌上了吗？不见了，没有啊，根本没有夹子啊。那个夹子先给他，快点。那个够长，又粘住了，有稍微了，但是还好。我等一下用夹子把它撑开。来，你的勺子里的，啊，你先用这个。那我们包装的呢？好，看前面排队准备吃臭豆腐的人有多少。什么？你要跟我讲？大豆腐一份。要什么酱？要传统的还是？你要传统的还是泰式的？泰式的。好。哇，一份泰式的。谢谢你。好。我还是不要坐在。啊，这样可以。好开心。来，谢谢。六米斤哎，你要带走哈。啊，糟了，我的啊，有 case 不是有 case 吗？我们的 case 在哪里？没事没事，大家不要紧张，慢慢来。啊，放轻松，放心，慢慢匹配。天，不好意思，我们本来有事。明姐，麦照，明姐。多谢阿里。我可以跟你要那个橡皮筋吗？橡皮筋，我们不是有贴纸，是不是贴纸在哪里？谢谢，是啊，赶快啊，继续啊，快点快点，不要停啊，不要停。好好，来，请问安小姐你好，三份臭豆腐，一杯红茶，谢谢。要什么酱？要什么酱？请问什么酱？请问你要泰式的酱还是传统的？我现在205再减150，我要给你多少钱？手机拿出来算啊，手机有计算机啊。我再给你20元，准备。哦，阿玲，上次都不及格哈，数学都不及格哈。不要骂客人，不要骂客人，这样说是对的。
错，对不起。客人都是对的。特别我很紧张啊，我第一次开卖，我们第一次摆摊子，我们这一摊啊。这个先生的。好，65，谢谢。那你要的。下口锅。对不起，我多了给你10块。他跟你们说，等下会骂我。妹妹，你这样好拿吗？可以，好，好，谢谢。那你给我钱了吗？给了，我给了，我收了。你给了。跟我说啊，不然我会跟人家收第二次。啊，对不起，不好意思。2份好了哟。3份啊，他带走对不对？带走对。橡皮筋。啊，你先问下一位，我们先，你先点，我先做。好。好来，阿梅很好。来，谢谢。这是我们用心、用感情、用生命做出来的红茶。一定会卖塞呗，阿姨，你喝喝看，可不可以？这个红茶的味道。你要记得跟他们说。没有那个 QR 好喝。好喝。你看，阿季啊，你这边要请他帮我们打卡。打卡。哦，我们这一单打了哈，可以吗？好，下一批哦。啊，怎么那么好喝？谢谢。你们觉得这边是两个世界？对。那边很热情，很热情的，很好，就是所以基本上也很热情。基本上，就靠你们了，谢谢。就靠近了哦，我今天的营业额会没有办法达标哦。你是不是在旁边说风凉话？什么意思？臭岛屋，你是要来帮忙吧？我可以帮忙啊，没问题。臭岛屋，坐着，坐好。赌林哥哥，你知道他吗？林青霞啊，那么漂亮。我没有林青霞那个。他演过我女儿。啊，是啊。然后他在《海角七号》里面有演。那你那时候几岁啊？很小。那时候12岁。哦。对。坐着。就直接来卖了。臭岛屋来啊！快走！你看这女儿没有白养。没有白养。对，赞啊！可爱的，来，麻烦大家手机拿出来哈，脸书搜寻我们这一摊，来打卡一下，按个赞。亲爱的女儿，来。谢谢啦。谢谢。你去旁边吃完之后再回来帮忙。对。Go！ 谢谢宝贝。我想要跟你讲，哥哥，你会讲啥？它很快，而且里面是软的。我很怕太咸的东西，但我觉得它味道刚好，我给12分。那你知道乌龟它不喜欢吃的？我知道，它会觉得很恶心。它可以在这边真的是很厉害。哎呀，真的在叫我啊？怎么了？我想要一份臭豆腐。你也要一份臭豆腐啊？有一份。好，可以给我吃一个吗？你要吃一个吗？你只要一个吗？那个我只要一个。很烫啊！啊，很烫，你要小心啊！很烫是不是？很烫啊！很烫哦。乖乖，来，哥哥，哥哥好。要多辣，很多辣哦，好，很多辣。那你先吃这个。哦，你想要喝这个？你想要喝？等等啊。因为太烫了。等等。有突然有人送茶哦。我姐姐付钱了吗？哎，对啊。是呀。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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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人的还是台湾人的？台湾的 ，OK， 拜拜。可以，够够够够，谢谢。哎，朋友，好吃哦。哎，很好吃哎。对啊，你觉得很好吃吗？啊，分量够多了，分量够多。我以为可能它会三十块，结果怎么一百？没有九块，我们有九块，对。哦，也是不用很老实跟人家讲有几个。萝卜，萝卜他做的，微微做的，他在家里做的，而且他做的都没睡觉，对对，所以才要加十块。看到你的笑容，我就很不满意了。对对对，看到你们幸福的感觉。他刚刚没问题，要加。
温度是180度，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说颜色好像有点，可不可以再深一点，再香一点？出卖我是对的吗？快去试吧，温度提高到220，颜色漂亮，然后又比较香，而且炸得比较快。我等下慢节奏。后面还有人啊，不然我们还要卖2个半小时。一杯红茶，好好，你等我，那75，我找你25。请问一下你要什么的？泰式跟一杯红茶。好，没问题。哎，没有五块，哎，没有五块，怎么办呢？那你等下帮我装过来，还没给你哈。来，你有多少零钱可以跟我换？都可以，跟你换，你那边零钱够1000对不对？够。4、5、6，你这边有零钱可以换吗？有，我跟你讲，我们四周围都有那个银行，都有零钱可以换的。OK。你要急救的时候讲一下，他们都会给。我们少钱啊，来。对。明明姐。好，在那边。我们没概念了，哎，你看。这够专业，要做生意，要准备多少零钱？我先准备700块，这样给你。而且，你们一直站着，你们不会脚很酸吗？你们找机会坐下来。1、2、3、4、5、6。不想上课。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没办法去分身乏术。哎，这夜市做生意真的就是。到这边。就是这种十。2天。就这种10块10块这样赚哈。对啊。来，好。2000块换回的做生意的钱母。哇，你们泰式的排队人很多哦。居然鬼钱好，谢谢。哎，阿基雷欧，泰式的一份啊，泰式的一份哦。好，再加辣吗？啊，再加一点点辣。这可以调吗？这个？请问一下你要什么？我要多余，我要泰式辣，泰式一个，然后我不要辣。啊，泰式不要辣。好，谢谢，张你5块。还要再一个泰式，要辣，要萝卜。对，好，谢谢多余哥。现场的下一位，这个好，泰式加萝卜，2个辣，2个不辣。然后泰式的剩2份而已哦，直接吃吗？外带，好，这里外带。有加辣吗？一点点辣。奇怪，大家都很内行，都知道可以点泰式。他调那个酱又特别加分。还有谁要吗？我真的意外的，我本来以为会失败，我没想到很成功。我不小心帮他加萝卜，没关系，送你吃。送你。宇威烟的，不好意思，谢谢。泰式小辣。泰式小辣。还来啊？主林哥会。泰式要没了，泰式要没了。吉尔泰式的要等哦，就是现在没有了。要把它放在。一次能砸多少？不要太多。你不能点3块还是4块？4个不好行。因为没想到是大家想要吃各不同样的口味。那变成泰式很抢手，因为大家就是好像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要泰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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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卖得非常好。Hello，How are you？Hi，Thank you。胡宇威。Hi。Hello， 胡宇威。来。Hi。Excuse me。Hello， hello。小妹子呢？我呀，有伙伴们，印度啊！希望你玩得愉快 ，OK， very happy， thank you。啊，你有吃臭豆腐吗？我吃过了。一共啥？一共啥？我就是说 ，We don't have sorry。一共啦。他说他要喝可乐。哦 ，no 可乐。啊，有 OK， 有空再来 ，Thank you， 拜拜。
呦，哎呦，泰式了。哦，飞起。泰式的又有了，给点了泰式的。哇哦，泰式的酱很好吃，泰式的我觉得味道真的是超赞。今天用红茶搭配臭豆腐，非常的适合。对。刚刚吃的怎么样？那萝卜怎么样？酸酸甜甜的，不够臭。捞起来没问题的。我已经尽量了，我鼻子都已经卡住了，我现在都是臭味了。对，我等一下回家都不敢回家，我要睡在外面。对，谢谢谢谢谢谢。算我的。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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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无家者，我也认识他，因为透过其他的节目，然后就是觉得他真的还蛮帅的，就是而且很直接。然后他所有的表情都是浮在他的面上，所以就是觉得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那我很感谢他的支持，就他，你看他也认识我，他当初也是说，我看过你的节目，我看过你的秀，我看过你的作品都有，那我很感动，非常感动，我会感谢他的支持。啊，有泰式的对不对？有，现在有泰式的，有泰式的跟传统的。泰式的，泰式的，对，一份哈，一份就可以。OK， 好的。功课吗？你们是算是吧？哦，小心。常来这泰式吗？来的。有，我们附近的哦，好的。是观光客都有，对，好，时间不长了。好，你们这样吃吗？啊，两只叉子，等一下啊。哇，大的蛮粗的。对。那你们有吃过泰式的臭豆腐吗？比较少，对，第一次吃到。我的泰式的酱你吃过吗？不知道哎。奶味，哦，很厉害，很厉害，是蛮特别的，然后臭豆腐蛮香的。我应该都要关这，你要不要？我要关这些豆腐 ，Yeah， add on to the cabbage and 红茶和蛋饼。娜娜，猜一下我几岁？我帮你知道吧。What age do you think you are? Oh, I can't say that. 21。Oh! Can we get a picture together? Okay. Okay. Yeah. One, two, three. Ah, great. Thank you. Black tea, I guess. Okay. And then also, whatever you guys are doing. Okay. High sauce. Yeah. Or the regular sauce. What do you like? We'll ask you back and forth. Okay. You know what?还有什么口味的？泰式，跟我一样酸酸甜甜辣辣的。OK， perfect。How much？ How much？ 哦，不用钱。How much？ 哦， free。No， 也不用钱，我请你。OK。Up to you， up to you。我 cover。这样。啊。Okay. Oh, no problem. No. Oh, no. Oh, it's okay. I tell you. Yeah. No problem. Okay. He said, I tell you. Ok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真的超开心的。你看他本来就不喜欢臭豆腐，然后他还可以教你炸臭豆腐。对啊，我们那天考验他的时候，他连味道他都怕。结果他现在炸臭豆腐，真是不容易。可是真的看到人家在排队，然后你做不出来的时候，真的会脾气不好。可以想到那个里面人摆摊的那个生意太好的老板说那个脾气不好，他来不及。谢谢，小米，五块。对呀，下一位。在前置作业其实花了蛮长的时间，所以看到很多人来买。就其实蛮开心的，而且有一些外国人，他们也都愿意尝试看看，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有把这件事情就是做出去。Black tea.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Philippines. Oh, welcome. I'm just visiting from the Philippines. Okay.
这边这边。你要什么？原味不辣，一杯红茶。好，你要泰式的还是？我要尿道炎。泰式的哈。我们到现在一口水都还没有喝。我腿都快软了。好，谢谢你，谢谢。来来来。可以下班的时候再找你吗？你说下班吗？我等一下八点就下班。那我等一下帮你留一份臭豆腐。好，谢谢。为了还你一个厕所的情，因为我觉得等一下王彩华也会来见。谢谢。嗯，然后我要加萝卜加辣。好，泰式的啊，加了萝卜加辣。好，泰式加萝卜加辣。也是。哎呦，稍等一下啊。20块。好，没问题。我那十块。你。十块。你在做白工哦。只要停下来就会有一点没电。对，待会儿是。不行，我要去尿尿，憋死了，我腰又痛，脚又痛。来哦，小心。哎，然后也越炸越有心得哦。嗯。就现在只剩传统的。对，只剩传统的了，拍摄。好。现场的下一位，谢谢你，谢谢。稍等一下哦。好，你现在目前几份了？没了，不能收了。对。这里还有姐姐两份。一份。你一份。对。阿喵一份。对。最后一口。三份。这里先生也要四份。没有的话就收了。五份。然后剩下这几份全部送我。通常我再开一下。哎，刚刚我给了你四杯，对不对？要死，没有多少钱呢。因为我们刚刚还有一叠，你们有收起来？我不知道，我刚刚是有看到很大一叠。其他负责管钱啊，谁负责管钱？西西，要要把钱先拿出来。没有哎，钱这边吗？不是，还有一大叠的100，都在这里面啊。我刚刚都拿去换钱呢。那个，哎，没有5块，怎么办呢？你有多少零钱可以跟我换？跟你换，你那边零钱够1000，对不对？来，谢谢。现场有人还要点吗？先蹲青木林一下。对。好。你们好。送你们吃臭豆腐，我们炸的，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一直来跟你们借厕所，还可以再借一次吗？可以。谢谢。欢迎。谢谢。我去厕所。对啊，好香，好吃，很脆，够不够？我饿，很好喝。真的吗？还可以吗？其实我也好吃。下这个是阮炸豆腐，就拍摄，多谢，给你交流到安尼，吼，谢谢，让你大赚钱，嘿，好，谢谢。可是你们做的真的很成功，你看那个臭豆腐真的有声有色，这样一擦擦下去就有这咔嚓一声的，就是那个酥感，然后泡菜真的有入味，哇，赞，酱料也不错。刚才我有吃到那个泰式酸辣，好赞。是吗？我刚刚客人买了，我就是给他抽退掉，是不是？对。有要客套话吗？没有，其实。我吃了以后，我要叫我儿子要加卖泰式酸辣的口味了，帮你们学起来了。好，我跟你讲，配方。对啊。等我们最后一集告诉你。互相嘛。对，互相嘛，因为基本上你儿子也是很忙，就是他也是刚开始就说，如果你需要什么都可以。今天是圆梦，谢谢你。不会。谢谢你。烧汤了。1到10分给他们几分啊？我是想给
我是想给十分啦，但就专业来讲，可能还有进步的空间。大概要做到像夜市这么厉害，这么那恐怕只有六分七分，但已经有六分七分了，我觉得是很赞。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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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觉得已经还算及格了，对，当然希望可以再更好，还可以再努力，对，再学习嘛，对，不断不断的在学习。只能说及格，我觉得有太多东西要改进了，就是很多前置作业都还没做好，就是大家都慌慌张张的，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可以从容一点。在出发前做个 list。我觉得我蛮容易满足的，十分。臭豆腐 ，no。专门泡臭豆腐的水，要让你带回家的。我拜托你闻一下就好。好臭！好吃吗？臭的。没有臭。其实在这边炸不臭，而且炸完。是蛮香，是真的有点不同样的味道，它的臭就已经蒸发掉了。应该他们谁要什么？嗯，但是如果要我一整餐光吃臭豆腐，我还是不行。金甲夜市的时间很长，像我们卖吃的都要前置作业，那有的人前置作业必须他们下午12点多就要起床开始准备东西，然后到了。晚上两三点关，你说一天24小时，他们才睡几个小时而已。其实一工作后嘛，不做后哎，他做卖嘛，不做卖，而且警察工大家都有办法生活这样子而已啦。我觉得应该要再分配好工作，不然真的大家吃饭喝水时间都没有。我觉得这样下去，从第一集到最后，每个人都瘦了。来咖啡，我们先来一个咖啡。好棒的男人，你们辛苦了，真的。这个，好喝的咖啡，好喝。Cheers， 大家辛苦了，休息一下，辛苦了，辛苦了。我们完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完全没有经验。我们三个都第一次嘛，第一次。太有热了，赶快刷牙。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看左边跟右边的人都准备好。人家已经做了1-20年了，对啊，我们连个砧板都找不到，砧板，菜刀，要什么？就是真的是手忙脚乱，没办法。但是我们只学了1天就要摆摊，对，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超强的，超棒的啦！我觉得我们虽然很累，但是觉得第一天做成这样已经很满意了。其实我们应该要给你。爱的鼓励，各位亲爱的朋友，把你们的手举起来，他的寿司真的太强了，1、2、3，嘿，可爱啊！其实我们第一次摆摊，然后第一次的这样子主持，我觉得我们好像就已经认识十几年的感觉，对不对？是很好的朋友，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很熟。yes. 那现在导演给我们一些指令，不知道要干嘛。就是要我看我们的总金额，今天赚的，昨天赚的，昨天赚的，花的，这就是，要求我成本这么高，当日的净收入是8700块，减掉4360，等于4340，就哈，我们才赚4340，所以我们没有达标，没有达标，你的标是6666。我是故意写高了。哎，我们的酱油膏有就是305，八角11，臭豆腐是老板送的，老板送的。然后这个红茶也是老板送的。这两个老板需要我们给他什么奖励吗？爱的鼓励，1、2、3，Go！天哪，我们真的是臭豆腐老板送家里。你啦，矿泉水一箱，背后安排酒啦。我要睡。
笨笨笨吗？都全下。对。是谁呀、啊？我真的还不够吗？我要找钱跟粉丝拍照，然后还要包那个臭豆腐，我一个一个拿，我好心的干，我还插手，我还用三只手都要做，我真的对不起你们啊！是啦，我以前想讲看泉水是赞助的嘛，伊是靠你的卡嘛，伊是要让咱里面，然后咱才能最有圣心。就是我觉得以要安全的话，不要把任何东西当成赞助。好，那没关系，就是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经验。对啊，那我们也学到经验了。但是我必须要跟薇薇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以后不要有那种五块的事情，很难撒。炸豆腐多少？六十。六十。你觉得吗？你决定。五。就是五十就五十，六十就六十，七十就七十，不要那个五十五、六十五、七十五。那接下来我们就划分好了，就是食材的部分是他这边准备，然后跟他是主要的做的这些料理给他这样啊，我们两个就是负责就是准备那些像收钱的东西啦。然后可能酱料啦，然后酱料的汤勺啦，然后尿尿也是，膀胱真的太皮啊！那一天我就站到，我发现我的膀胱已经不是我的膀胱了。没有，我也是，我就一直这样站在那叫，一直夹着的，对不对？我觉得其实我们好像每一个人的环节都要稍微会一点点东西。尽量不要选太难的啊！对，不会啊，应该会给比最简单，因为料永远都是先准备好，然后只剩下煮的过程而已。我告诉你，你的料就是固定的，然后我们臭豆腐吗？不要啊！不是的，你的酱料要吐了是不是？不是的，卖十三级的臭豆腐，你的酱料寿司就是固定就有那一种啊。然后对，讲到这个，那一天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摊车太矮了，对，我根本看不见外面，我一直看得到。没有，那摊是暂时的，我们那暂时的，对，所以不用担心。所以我说，我们接下来要设计是我们脸如果露得出来的，大家其实就拍得到了。对，我们就不需要特别拍照，就是我们两个就是站在里面当人形立牌，就这样。这是我们，就是那个上次老板说我们要组装，已经设计好了。还蛮好玩的，你不亲哎？什么意思？立马你行吗？啊，这里有留一个，好。对，那两个都啊。哇，哎，有一个样子嘞。我们这一摊正式营业，营业。哇！上次有炸，这次应该是煎的吧？牛排，煎牛排。我的强项。什么嘛，我爸混。Unbelievable！ 鸡排好了没？还没，火太小。我真的都会了。毁容了！你是喷到什么油吗？对。啊，我的妈呀！哎，怎么一团乱啦？不卖了，哇！我全身酸痛。太难了，怎么选牛排？刚看到一个。85岁了，也叫你彩华姐，因为他以为我的名字就叫彩华。我很会吃，你看我的功格不？有小 S 哎，我很会吃啊，但我看你的糯米好不好喝？好。嗯。高级糯米。糯米的很好，很好喝，超好的，只有一颗32块，这么贵？你才知道，为什么这么贵？啊！我自己觉得我身体好臭，我从头到尾应该是就鼻塞的，鼻塞子塞在鼻孔。我的合约吧，拜拜，谢谢，我们下一季见。也许如果下一季还是臭豆腐，好，再见。睡饱头脑清晰，绝对不能算错账，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价钱买东西我就会什么都没有看，但我决定今天要精打细算，我就会每一样我都会算得很仔细。就是啊，多买一罐我比较便宜，两罐三罐啊，这个多少钱？
100。但今天没有一次成功，觉得很挫折。满分，满分，十分，十分，十分。啊，他一直在问我，烦不烦啊？我骂你，怪他啊！我怎么？哎哎，来来，因为今天有试过，绝对是会吃，只是好吃歹吃。只是你吃一盖了，你会想要过来吃无？安尼呢？这么简单，你给我骗嘛骗一盖，所以无论安怎，一定要来我们这一台。